渔民无用清理青池，因负责食青池的沙白鱼，最近受到寒流影响，活动量不少，所以渔民只好家己清理。过青池啊，青池翕侪蛤蟆会死啊，会翕死啊。这青池搞起来并无任何利用的价值，不过因为沙白鱼受到温度上低影响，较无爱食物件，所以青池若是无清理，会造成粉蚃翕死。伊是即寒人十月来就十月十一月来就寒点。都袂食，啊！来到二三个年头过，二三个才会食，都会免糊啦。气温的边仔拢看到已经曝带青池，看出来这青池生长的速度非常紧。渔民伫清青池的过程，也发现虾仔、蚵仔等等的鱼生。虾仔啦，过迄落有看在跳啊，啊，都蛤蟆、蚵仔啊，你啊，哪有其他啥？螺仔啦，螺仔甲这爱摕起来啦。有啥物？啊，无会吐形啦，水会歹啦。最近这波寒流温度维持伫十几度，沿海地区养殖业者也开始准备工作来避免沙白鱼死亡。沙白鱼爱维持几度较袂死？十度以上，十度以下就紧咯。啊，寒流落来了嘛，要讲要八九度呢，伊也开始要行大井啊啦。气象局也提醒，这波寒流来，温度上低来到8-9度，尤其明仔上寒，所以渔民也已经准备好面对这波寒流，希望抽地下水会当降低沙白鱼的死亡数量。记者吴阳平采访报道。